华，你今天有心事吗？怎么就这么躺在地上了呢？华，咋的了？你咋不回家睡觉呀？天天出来溜达。你主人不让你进门吗？摸摸你，小黄最乖了，是不是？摸摸摸手吗？摸摸小手手吧。不让摸，今天怎么不叫唤了？哇，咋的了？德伟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去吃呀！你吃完了，过来，过来，小德伟，过来，过来呀！小傻子，你带他玩呢，是不是？小德伟是不是很可怜？你早点回家吧，别在外面瞎溜达。邓伟，过来吃，把它吃完，吃吧，快点，多喝点水，快点，咋的了？咋的了？咋的了？你吃呗，你到这儿吃，吃，吃，这里吃。你干嘛呀？你也想我摸摸你？吃吧，快吃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过来，过来，你想蹭蹭我？你现在也学会这样了？小黄啊，不是小段伟，再吃点好吗？不仅要吃罐头，罐头吃腻了，今天要吃这个两个橘。